来到1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我是凯旋。教育部长马志礼自上任以来所宣布多项政策都受到非议，来到2020年第二天，马志礼就抛下震撼弹，正式宣布辞职，成为西盟首位下马的部长。他坦言自己是在首相敦马的劝告下提出辞呈。今天下午，有关马志礼辞职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下午4:20，马志礼选择以特别的方式，也就是在教育部户外召见媒体。记者会一开始，他用了20分钟来交代自己过去20个月领导教育部以来做出的多项改革和新政策，过后再宣布惊人消息。Saya dengan hati yang reda walaupun berat, dengan nasihat daripada Yang Amat Berhormat Ayahanda Perdana Menteri, saya Mazli Malik dengan ini memulangkan semula jawatan saya sebagai Menteri Pendidikan Malaysia kepada Yang Amat Berhormat Perdana Menteri berkuat kuasa 3 Januari 2020. Sekian, terima kasih.马志礼坚信首相的领导，也相信首相的决定是最好的决定。他也希望来临的日子会为大马带来新的曙光。他在宣布辞去教育部长一职后，只接受和回应媒体提出的三道问题。结束记者会后，在副部长张念群和众官员陪同下，乘车离开教育部。而当时天空随即下起绵绵细雨。对于马志礼的辞职，首相敦马哈迪发文告宣布接受他明日生效的辞呈，也会在不久后宣布替代人选。他也感谢马志礼过去担任内阁成员期间的服务。马志礼毕业于英国杜伦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在成为校长前是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助理教授。贪字得个平，以为能用不到10万令吉买超过30万令吉的人民祖屋，结果近百人不但捞不到甜头，反而投资的100万令吉全部被骗走。近百人以为可以透过台底交易，以低于市价的价格买到人民祖屋和直辖区可负担房屋计划，结果中间人去世后，传出首脑卷钱走人，失去踪影。一名受害者黄女士甚至登门查看自己所买的屋子，发现早就有人住了，才知道受骗。是马来人住的，我又不敢惊动。等一下我一问，又很多，因为我们这个是不合法的，我自己也是害怕，对不对？黄女士指出，由于房屋价格优惠和可以拿佣金，她就将这个好康分享给朋友，朋友也陆续号召更多人，导致约百人集体坠入老千圈套，让她非常后悔。行动党联邦直辖区公共投诉局主任尤家豪过后指出，3年前他曾经与反贪会联手捣破类似事件。他呼吁民众不要贪小便宜，台底交易本来就是犯法，加上买屋本来就有很多苛刻条件，希望民众不要轻易相信老千。接下来关心国内社会新闻。黑狗偷吃，白狗当灾，前屋主盗用住址借大耳窿，结果大耳窿踩上门泼漆讨债。尽管屋主澄清不认识这名前屋主，但大耳窿依然咄咄逼人，恐吓屋主必须在7天内找到对方。教师夫妇4年前买下屋子，居住多年都安然无事，直至去年12月7号被大耳窿上门追债，才知道林姓前屋主在赌场以女事主住址和车牌借债，欠了5万令吉。逼于无奈之下，女事主今天在马华宾州主席拿督陈德清协助下召开记者会，澄清与欠债者无关。我被欠债者，为何找我呢？我被欠债者，我没有办法帮他找出流水。女教师希望大耳窿不要找无辜受害者，毕竟冤有头债有主，希望债主不要继续捣乱。换个焦点，135名中国籍男女涉及在洋房内从事网骗勾当，今早集体被控，导致空间不大的安顺法庭大爆满，百余名被告被押往安顺法庭，结果基于人数庞大，连记者也无法进入采访。135名中国籍男女是从去年12月9号至12号期间，在怡保3个不同地方被逮捕归案，他们分别面对没有护照及逾期逗留的指控。
今天是2020新学年开学第一天，也是学子们背着书包上学的大日子。今早除了父母忙着陪同刚入学一年级的学生到学校报到，警察叔叔也不得闲，到学校与校方和学生交流和互动。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长马志礼今早也有到中小学巡视，即使他下午宣布辞职，也心系教师学生，不忘履行最后的职责。早一次单元风波爆发至今，国内极端组织有关关闭华小的言论不绝于耳，但今天的新学年开课日，进入华小的有族学生还是有增加趋势。而这些把孩子送入华小的有族家长，不仅不赞同关闭华小，还盛赞华小教育理念和思维出色，而且各族学生互相帮助，尽显各族国人团结的一面。同时，八达岭在野警方今早7点到格拉纳在野小学，与校方和学生进行交流和互动，宣扬防范罪案意识。而教育部长马志礼今早也特别抽空到旺沙克拉莫国中巡视，同时召开记者会宣布，今年会在421所学校开办1109个特殊教育班，让7591名特殊学生受惠，并指在特殊教育班不会落实认识早一次单元。他说，该部拨款5400万令吉扩大特殊教育班计划，给学校增加设备，让特殊学生可以在更好的环境下学习。来关注世界大事，新年伊始，台湾军方传来噩耗，陆军一架 UH-60M 黑鹰直升机发生迫降意外，机上13人中有8人罹难，包括参谋总长沈一鸣。黑鹰今午在北宜交界的釜山山区发生迫降意外，台湾空军司令熊厚基下午召开记者会证实此事，只发生这起事件心情很沉重，也对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敬意。我们这13位同仁呢，目前只有5位同仁获救，其他8位同仁都已经这个没有生命的迹象。黑鹰直升机迫降后，军方证实第一个发出求救讯息的是统机的军文社记者，他失事时坐在机舱后侧，坠落后神志还算清晰，用手机透过 LINE 群组回报飞机失事。沈一鸣去年7月接任参谋总长不到半年，他求学时期成绩显赫，是空军官校第一名毕业。镜头转向印尼，印尼也加达从12月31号开始降豪雨，酿成严重水灾和土崩，死亡人数目前攀升至21人，这也是也加达7年以来灾情最严重的水灾。这场水灾也造成超过30000人无家可归，当地气象部门预料暴雨会持续至周末。也加达市政府则指出，已经出动120000名救援人员协助民众疏散。当局也宣布，由于机场跑道被约80公分深的积水淹没，因此自午夜以来一直处于关闭状态，至少有10个航班被延误，目前无法预测积水何时会退去。在我国族群关系持续紧绷的环境下，一颗小石子掉落水面都有可能引起汹涌波涛，说的就是陈平骨灰回国引起的风波。今天的2019年大事回顾，我们继续来看两起发生在去年的大事件。在族群关系持续紧绷的环境下，一颗小石子落入水面都可能引起波涛汹涌，说的就是陈平骨灰回国引起的风波。前马共总书记陈平的一群亲朋友好以及同志，为了完成陈平的遗愿，今年9月16号从泰国把陈平的骨灰运回大马国土，分别撒在红土坎海上和霹雳珠宝的中央山脉山脚下，让陈平能够魂归故里。不过此事引起了部分西盟议员不满，但首相敦马哈迪一句回来的只是骨灰，快速地平息了风波。而今年其中一件平地一声雷的大事件，就是行动党人民代议士被指支持斯里兰卡恐怖组织淡米尔之虎。吴吉阿曼警方反恐单位先后在森州、甲州、吉打州、吉隆坡、雪州和霹雳逮捕了7人，包括2名分别来自森州和甲州的行动党州议员。被捕的州议员分别是行动党森州龙城区州议员披古拿和行动党甲州亚利州议员沙米纳登行政议员。P
批古拿被指在祖屋内挂着两张斯里兰卡恐怖组织戴米尔之虎领袖普拉巴卡兰的照片肖像，而警方援引国家保安特别措施法令 SOSMA 逮捕有关人士，也牵引出有关法令的存废问题。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周二晚在一项活动向信徒致意时，遭一名女子强拉右手，教宗露出不悦表情，拍开她的手脱身。隔天，他亲自为此事道歉，承认一时失去耐性，并谴责对妇女的各种暴力行为。新闻的最后，带大家看看当时教宗不耐烦的画面。我是凯旋，晚安。Hey. Open the way.